大家好，我们去后山挖竹笋。现在后山的竹林很茂盛哦，不知道有没有竹笋。现在天气很干燥哦，要摘点橘子上山上吃。这里就是竹林。哎，这里有一个，不知道多大的。哦，哇，应该大。呀，还可以哦，这个。这个，不要挖烂了。你看这个竹笋很漂亮哦，很小的，不大，还有更大的，再去其他地方找一下。哇，这四个，你看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这个筋太多了，哇，终于挖出来了，够大吧？看看，啊，再挖了一个，断了，不管它，这个不要挖饭了，这个。嗯，都到了。那水里的都，这个就不能挖烂，这个这么大。终于挖出来了，这里有两个，这里啊，这里，这里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哇，这个够大的。这个这个很呛眼哦，二三两啊，这个这里一个，哇，这个很标准，你看，这个很漂亮的，这个挖了一个小时，挖了十个，够一餐了。不好挖，因为没带那个锄头啊，那个锄头不能给拿走了，下次我带一个锄头来，带个牛皮袋来挖一牛皮袋回去。这挖了十个，好累啊，这样挖。你看这个，这个杆。这个太不好挖了，这个应该五六斤，回去了。